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，我现在人在弘大。然后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说，最近韩国男生有流行什么衣服，所以呢，我等一下就会带你们去弘大逛街，逛现在2019春天夏天韩国男生都喜欢穿什么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吧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在订，然后我们准备要逛街，找一下最近男生比较流行的东西。男生哦，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找看看。好，今年很流行黄色哎、欸嗯，就是不管男生女生，你看他摆的也是黄色，而且他不是 BL， 他是宣品。对，就各家牌子都开始出黄色。这个 YY 也是黄色，好看哦。之前是没有这个颜色的，这个黄有一点鹅黄色。不是那么鲜黄、嗯，但是好看。还有这种荧光绿，荧光色系，真的很流行这种。这个也蛮好看的，这也蛮好看的。这颜色也蛮好看，今年就是蛮流行粉粉的感觉。嗯。哎、欸，这件也很好看哎、欸，怎么每一件都很好看 ？Oh my god！ 一个小格子在这边。我刚发现厉害的东西，就是这个荧光色系的小包，哎，都是荧光色系的，然后是透明的。可是这应该是比较偏女生会用的。我觉得今年呢，蛮流行这种，有点像教练外套，一个风衣的感觉，然后穿起来就会蛮好看。就是有点运动感，然后后面、就是帅帅的感觉，蛮适合，就是运动也可以，出去外面当休闲的装扮也可以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刚刚看完病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大家最爱的 Wonder Place。Wonder Place 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韩国一定要逛的地方。真的，哎，你比较喜欢 Wonder Place 还是比较喜欢 Alien？ 我比较喜欢 Wonder Place、欸。Oh?因为我觉得 Alien 有点太高单价、就是如果是学生，对，确实确实，对，因为 Alien 可以找到那种五六千块的东西，可是 Wonder Place 大概就是一两千啊，对对 对, 對，就是这一家。我们发现了今年很多家夏天都会出这种很粉嫩的粉红色，然后或是这个，这也是台湾很少见，对不对？就是很粉嫩的颜色，这两件我觉得好像都可以买，买买买，一件粉红色，然后另外一件是有点粉蓝，粉蓝色。今年夏天蛮必买的啊，就是像这些小包包们，超好看的，很好搭，我要买啊。黑帽子吗？因为我们刚才就是两个在路边，就是看到很多陷阱妹，然后就想说全黑装扮。Have a good time 也有出黄色哎、欸，今年黄色真的是超级无敌大事。还有黄色裤子，觉得可以。今年男生还有流行一个非常厉害的，就是这种。这种有点像教练外套的感觉，但它拉链只能拉到一半，就穿起来会很帅，很有风格的一件，最近真的超级流行，这件好好看，就这种卡在一半的，然后对，然后有红边条，我觉得好看。然后他还出了黄色，这超好看的，感觉男生女生都可以穿。这件真的想买，但觉得在台湾穿是不是有点热？但是如果你是运动，因为有些人运动可能会早上起来运动，就蛮适合。好看，这真的
让大家看一下感觉试穿的感觉，就是蛮帅的，我觉得是帅的。我们现在来到 Around the Corner， 也是一家我蛮喜欢的店，因为它也是那种算是选品店，可以一次逛到很多种风格的东西，我蛮喜欢的。然后我觉得啊，今年呢、啊、其实很流行这种蓝色，各种的蓝，像这边都是新品，就是有各种的蓝色，然后都蛮好看的。对不对？虽然说对台湾有点太热，我觉得蓝色变化不多，就是要从颜色下手，可以先看这种宝蓝色的帽子啊，这也蛮好看的，或是像这种包包，也蛮好看的。然后这个是我很喜欢的牌子，它今年也出了很多这种蓝色的东西，然后你会发现说它的蓝色不是只有一个蓝色，通常会有三四种蓝色，所以我就觉得像这件的颜色也太好看了吧，很有质感的蓝色。然后刚刚讲过一定要入手的小包，春夏一定要入手一个小包。这件是荧光系的风衣，今年很夯很夯的。还有个单品，我觉得大家可以买的是这种海滩裤，就其实这个穿出去也不会觉得很奇怪，然后设计的都蛮好，里面都会有网状，然后蛮透气的，重点是它颜色都会有很多，我觉得蛮好看的，穿起来也蛮舒服的。然后今年必备的两颜色它都有，黄色跟蓝色。这一家的 Have a Good Time 有这个超好看的。然后刚刚说的这种粉粉的颜色也都有，春夏真的可以开始买一些，这个颜色也是 OIY 有出道的颜色。耶、yeah, 逛完了。那我觉得呢，今年春夏呢，男生好像版型上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不过颜色上像是黄色或是蓝色、用的超级无敌多，超多，就是反正就是那种荧光色系的也很多。对，然后就是很跳，然后觉得很活泼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建议你们如果真的有想买包包的话，就是小包跟帆布袋可以带。帆布袋，因为你昨天买一个，没错，而且你夏天走在韩国街头，每一个人都是帆布袋，对，没有例外，真的。所以今年大概男生的流行就是。差不多是这样。你有发现今年就是很流行那种运动风吗？运动时尚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對什么运动一下。然后会有一些边条，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种，对，有点边条，对，然后就刷一条在旁边这样。然后裤子也是，对，蛮好看的。而且我发现今年男生也做很多短裤，五分裤啊那些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台湾男生不敢穿短裤，因为呢，很多台湾男生都一定要穿那种过膝的短裤，超丑。韩国人全部都是。很短，对，膝上短裤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就是这样才会显腿长，然后好看。真的。好，你们赶快去入手一件吧。Yeah.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帮按喜欢，并且订阅频道，也要去阿元的频道订阅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安妞。